昊天锤，大家都认识啊。再看这个，六翼天使，这么厉害啊！继续往下看，蓝银草，不是吧？这个好熟悉啊。我知道了，这是蓝电霸王龙。大象答对了，下一个。九星海棠，小王回答正确。下一个，蓝银草，这是蓝银皇。那这个有人认识吗？这是蓝银草，这是九宝琉璃塔。大圣知道的挺多呀。罗三炮，大圣又答对了，下一个，蓝银草，这是小五的龙骨兔武魂，正确。那这个呢？蓝银草，哎呦我去，这是石首火凤凰。小天，你怎么每一个都说是蓝银草呀？因为我只知道有个蓝银草，但是我不记得它长什么样子。好了，最后一个。点击下方抖聊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